些相关的。
想从飞机的旁边可以直接送一个。心想。
准时了。
收一点啊。
喜欢你之前的样子，没有整的样子。啊，宝贝，啊，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回复你这个弹幕的。既然你有两个人说，那我就回一下你们这个弹幕。啊，以前我长得不好看，是因为我牙齿不好，骨骼不好，因为有一点稍微有一点龅牙。我这两年为什么变样子呢？是因为我矫正了牙齿。啊，然后我的牙齿现在不。之后我的整体的上颌骨往里边收了，所以我脸会变得会比以前不那么方了，因为龅牙了之后往前凸，然后矫正了两年的牙齿，我现在还在戴着牙套呢，现在还在 戴着这个牙套呢。所以矫正牙齿真的是可以改变五官的。你为什么不喜欢现在呢？是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好看了。宝贝，不要去否定自己对一个美好事物的一个追求。你以前喜欢我没有错，你现在喜欢我更没有错，因为我现在比以前更好了。所以说对美的追求一直都是向往的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现在呢？是因为我变好看了，你不敢喜欢我。宝贝，大胆一点，对不对？没有人会等在原地站那儿等的。即使再过两年我可能还不如现在，但是你们要依然的往前去寻找你们自己的觉得好看的东西。人说当下的审美是这样子的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接受呢？明白吗？所以自信一点，不要没有自信。就有的时候你们说这样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心里有点心疼你们。喜欢以前的我，现在的我都不敢喜欢了，是因为我太好了吗？宝贝，你们也一样很优秀，你们一样很优秀，你们现在也可以喜欢我，这没有毛病的。不要不自信，好不好？自信一点。
送一个。送飞机的宝宝可以直接送一个哟。
想送飞机的宝宝可以送一个，大吉的宝贝可以直接来拔火浆。收拾一下屋子都个把小时没了，前两天收拾个厨房俩小时过去了，妈人差点累死。这一点点的净干活了，生活在一个房子里，晚上他睡觉，白天我睡觉。我这结婚，这得找个啥样的人，才耐得住寂寞？什么时候作息正常了？